好，照顾天下国际方面，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战况。俄军21号称其在20号击退乌军对蛇岛的进攻。此外，在北顿涅茨克市和利西昌斯克市，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。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告说，俄军20号击退乌军对蛇岛的进攻，乌军转而用无人机攻击黑海西北部海域的天然气生产基础设施，两座钻井平台被乌方击中。此外，俄军在蛇岛地区空域还发现一架美国空军 RQ-4 全球鹰高空无人侦察机。而在卢甘斯克地区的北顿涅茨克市和利西昌斯克市，据乌克兰媒体21号援引乌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谢尔盖·盖旦的话报道说，北顿涅茨克市工业区的激烈战斗仍在继续。另外，俄军试图沿着利西昌斯克到巴赫穆特的公路包围乌军，不过俄军这一尝试并未成功。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，俄军控制了利西昌斯克市南部的两座村庄。俄军还从利西昌斯克市东南部村庄向利西昌斯克方向发动进攻，其攻势取得部分成果，不过双方的战斗仍在进行中。另据乌通社21号报道，过去2周，俄军对哈尔科夫州的攻击频率大幅增加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讲话中说，俄军正在积聚力量，并试图重新向哈尔科夫市发起攻击。